林与陈庆跟美德相邦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共同捐一批防疫物资给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社会局将这批物资转赠给新北市各长照机构，希望加强机构的防疫能力。疫情期间，许多艺人相继捐款或是捐赠物资，哈林庾澄庆就跟美德相邦股份有限公司捐赠了隔离衣、N95 口罩、手套跟护目镜等。新北市社会局特别将这一批防疫物资转赠给新北市各长照机构，希望可以加强机构的防疫能力，来保护长者的健康。今天呢，很感谢庾澄庆跟美德相邦股份有限公司的赞助，真的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与鼓励，真的非常的感谢他们。各机构这两天依序到板桥435艺文特区领取，未来善心企业或是人士捐赠的防疫物资，社会局也会持续做妥善的安排跟运用。记者沈仲林警于新北市采访报道。